哎，看这里，对，就是找你。马上就要开拍了，但是呢，我的首饰还没有选好，因为我确实是选择恐惧症。不过我听说你是非常有品味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选择一下。如果合我心意的话，这件事儿我可以让你先知道。棚里确实有点暗啊，要不还是换一个吧。哇，这个主子真的是太闪亮了啊，真的是很好看，但是呢确实是感觉跟今天的这个颜色不太搭，所以其实你的品味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下一次吧。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发型其实做的还不错，要不再换一个吧。还是你了解我，确实我也最喜欢这个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现在呢就必须要跟你说说那件事了。这两天呢有点音乐灵感，所以做了一个音乐小样，先给你听听看。还要再打磨打磨，等我做好以后给你听完整版的。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先知道，就是最近我拍了一组全新的照片，所以我想先给你看看。非常不错吧，这张我看也还行。哦，这张我喜欢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张还是先别看了，咱们不说这个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先知道，想要第一时间了解我的最新动态的话，就必须要看搜狐新闻。因为搜狐新闻先知道，记得看。